大姑啊，长兄如父啊。是啊，舅子是。长兄如父呗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在那给我乱上。没有，他没有放啊。你不要弄了。啊？你在乱上一个。家庭聚餐你怎么了？我不要。那你的脸打马赛克？他怕那个。哦，他怕手指眼睛在。没那么厉害啦。不要了，你在。那我出发，我就按这边，我这边按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有问题。小姐，可以帮我们拍照吗？你知道啊，看哪个黑色？